晚上好。谢谢 M O O S P R O U T 送的夜蝶波波，谢谢，谢谢，夸我的。吃饭没？没来得及。谢谢慈梦送的夜蝶波波，谢谢。其实今晚吃完没？其实我今天都没怎么来得及喝水。所以我今天就一直在舔我的嘴，因为我太渴了。谢谢。谢谢巧克力。你们懂现在有种，谢谢投票，谢谢。整点小零食，点点，我不吃了，暂时不影响吃。谢谢谢谢早睡早起妈妈爱你投的999票，谢谢谢谢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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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爱你们。谢谢早睡早起，妈妈爱你，投了999票。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天天开心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八六十四。送的999票，谢谢。元气满满，牛气冲天，谢谢。然后谢谢 D I A N N E 送的九，我咋看不到他送了几票？99票，谢谢。然后谢谢九票，谢谢。宝贝刚洗了头吗？没有呢，刚收拾了一下，没来得及洗头。谢谢九票，谢谢。谢谢投票，谢谢投票。PK 第一名，真的假的？谢谢十根元宝，真的假的？谢谢你们，谢谢朋友搞鸡吧121送的皇冠，太爽了，谢谢！祝朋友搞鸡吧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天天开心，六六大顺。谢谢朋友搞鸡吧送的皇冠，谢谢，真是个羞耻的名字。谢谢投票，谢谢谢谢你们辛苦了，谢谢谢谢。应援群号34739891，谢谢一笑而过送的99票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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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9个元宝。膝盖咋样？爆痛，真的爆痛！谢谢投票，谢谢一笑而过投的99票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99根元宝。还会有绝美周边，我能拥有吗？不贴药膏什么的吗？晚上，谢谢十根元宝，谢谢 D I N N D I A N N E 送的99票，谢谢。谢谢花花，谢谢十一根元棒，谢谢九票，谢谢你们。竞争激烈不够分，什么？你们竞争激烈不够分，那我能拥有一点吗？谢谢九票，谢谢谢谢咖崩咖崩沙送的99票，谢谢谢谢你们，谢谢六根元棒。我谢谢三根元棒。谢谢让我自闭吧投的99票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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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票，谢谢谢谢投票，谢谢谢谢99个元棒。他有一些没有弹出来呢，我刚才有看到。谢谢人间是投的99票，谢谢。谢谢，然后谢谢 PTSD 被治好了投的99票，谢谢。然后谢谢小熊被爆投的99票，谢谢。谢谢九票，谢谢 DINNDIANNE 投的99票，谢谢。谢谢元棒，谢谢元棒，谢谢99票。
谢谢太阳将要出来了，投了99票，谢谢，特别满意。哦，他是比较延时出来的，谢谢，谢谢姚叔投的999票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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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9票，万分感谢，祝姚叔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天天开心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八就是发，九九八十一元，七百万牛气冲天，谢谢，谢谢姚叔投的999票，谢谢投票，谢谢江贴，谢谢9票，去看看，谢谢你喜欢什么颜色的枕头投的99票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投票。口红颜色，我这个是。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什么颜色，因为我是后台随便拿了一支口红，因为我当时很着急，然后我不知道是什么口红掉成这样的。谢谢阿善投了99票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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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喜欢甜妹，怎么了？投的99票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牙牙醋醋宝投了99票，谢谢。我现在有种，你们真是不给我一点歇息的时间呢。这个我已经写过对不对？谢谢归无投了99票，谢谢，谢谢9票，谢谢天才派大星投了9票，谢谢，谢谢9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 Cherry 嘟嘟嘟投了99票，谢谢，谢谢那个蚯蚓味酸奶，唯爱番茄鱼投了999票，谢谢谢谢，祝蚯蚓味酸奶。我爱番茄鱼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八就是发，九九八十一，谢谢，元气满满，牛气冲天，谢谢蚯蚓味酸奶投的999票，谢谢，谢谢高二位投的99票，谢谢，谢谢投票，谢谢阿善投的99票。谢谢阿善投了99票，谢谢我就喜欢甜妹怎么了投了99票，谢谢你们让我说会儿话吧，谢谢牙牙醋醋宝投的99票，谢谢，谢谢龟无投的99票，谢谢叉叉，上风的颜色好听，谢谢你，谢谢天才派大星投的99票，谢谢，谢谢9票。我呢，今天之前谢谢9票，今天之前一直非常的焦虑，非常的紧张，非常的焦虑，非常的紧张，以至于我今天在，这个我卸过没有？还是谢谢蚯蚓味酸奶投的99票。999票，谢谢谢谢西瓜波波投的你赚了。我今天在后台手都一直在抖。谢谢投票，谢谢蛋包包包投的99票。我今天看到了好多很久没有见到的人的面孔，感觉意外的有点怀念，哎呀，就是很想念大家。然后也不知道，谢谢投票，谢谢白七的99票，谢谢，谢谢 Cili Cili 投的9票，哎，谢谢投票，我谢谢天天天天天天马行空投的99票。都戴着口罩还能记得，当然能记得。谢谢9票，谢谢阿善投的99票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我谢谢9票，我的膝盖好痛哦。我今天光是换衣服都给我换够呛的，说实话，我今天呢，谢谢9票。我今天丢了一件衣服，但那件衣服还是租的，所以我也还得赔一件衣服钱。谢谢 CPENCER21 投的99票，谢谢。
夜酒票。然后，反正今天我还特别着急，我那套衣服没有了怎么办？本来是长风的颜色的时候要穿的，结果没有了。谢谢蚯蚓味酸奶，我爱番茄鱼头的99票，谢谢夜酒票。那怎么办？那没办法。夜投票，你的99票吗？谢谢 popcorn， 不是 pop， 咋念呢 ？p o p c r o n 投的99票，谢谢，谢谢。我的平板没有电了，谢谢9票，丢哪了？就是我这个快递找不到。又要砸钱了，我这个平板应该一会儿会重启很多次，因为它现在只有1%的电。这样吧，我把它这个关了就好了。反正，但是它显示签收了，所以我明天再去找一下。说实话，我很难回忆自己晚上没有吃饭了，好像没有是吧？啊，我吃了西瓜，吃了一点点，2-3块。我真的嘴好干，我今天根本不敢喝水。谢谢 REBURNAND 投的99票，谢谢。刚才弹幕飘过什么？不吃了，明天吃有用吗？问我几点下班什么意思？哦，谢谢江狗3天吃9顿投的99票，谢谢。几点下播？我的1:15好吗？多吃茄子，我也没有很不爱吃茄子，关键是我们食堂的那个茄子很油。油很大，谢谢让我自闭吧，投了99票，谢谢你们。所以你们今天最喜欢的舞台是哪个？一觉睡到大下午才起了，明天还得公演。好吧，看起来大家都有喜欢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9票，谢谢。谢谢 TTL 磕死我了 KS 什么呀，看不清后面没有显示。谢谢你的99票，谢谢，谢谢9票。其实我要特别谢谢奶蛙，因为他给我那个，谢谢，客气，谢谢投票，因为他给了我版权，谢谢9票，然后所以我特别感谢他，谢谢投票，真的非常非常无比的感谢他。谢谢9票，这我请他吃饭，嗯呢，多亏有他了，不然我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谢谢投票，对啊，真的太好了，就是好渴，然后嘴唇好痛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谢谢投票，嗯，很感动。我问他的时候，他就说啊，你生日公演，当然，
我就很爽快，就很感动。他说我去给公司的人说，然后我们一来二回还很折腾，要走合同啥的。谢谢投票，谢谢声音棒，谢谢投票，谢谢九票，谢谢投票，谢谢九票，谢谢。我花钱了吗？生日公演吗？风的颜色没花钱。谢谢太阳将要出来了，投的99票，谢谢，谢谢9票。嗯呢，谢谢9票，谢谢。我好疲倦呀，但是我现在又有一种，我现在有种心里的那种大石头抛下来的那种感觉。真的就有种考完试的感觉，而且他当场就给你出成绩那种。我本来心想我今天我一定不上网，因为肯定有很多人骂我。然后我今天给成员交代，我说等我下来你们就把我手机收掉。谢谢一条窜天红猪头的99票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姚叔投的999票，谢谢。祝姚叔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八八星八八就是发，99、81是元气满满，元气冲天。就姚叔投的999票，谢谢。中考，说实话，我嗓子开始很疼很疼。我今天其实只排了一会儿的练。然后之后就要给别人排了，所以我就一直特别着急，一直特别匆忙。对啊，今天他们给我写信很开心。对，他们都是默默的，他们也不告诉我哈。谢谢9票，谢谢。明天我在呀、啊。谢谢投票。谢谢9票。谢谢。谢谢投票，要天天开心。好，谢谢投票。怎么还有15分钟啊？我可不可以播到1:10？谢谢投票，我太累了。我要实话实说，谢谢酱油巧克力，谢谢。祖马龙啥味儿的？甜味儿。我真的太疲惫了，我为什么会这么疲惫？其实是我自己心里给了自己很多压力。我这个人抗压能力真是差极了。不是一个很能抗压的人。谢谢9票，谢谢。嗯，我带回来了，大家给我写的卡，我等一下会看。唉，希望。谢谢9票，谢谢。希望我们都可以好好的。
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，每次上台之前还是很紧张。这个生日公演也有2年没办了，我简直紧张疯了，紧张的我，而且完成一首歌，我的心里的紧张就稍微减少一点，完成一首减少一点。朋友们，我不能这么拿着，这么坐着我脖子好痛，我这么着好吗？你2岁女儿是我新粉，谢谢，谢谢你快猜投了999票，谢谢，祝你快猜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天天开心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仙过海，9981，元气满满，牛气冲天，谢谢你快猜投的999票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对，我今天晚上终于可以会睡个好觉了，我至少我可以睡着了，我可以睡着了，友友们。谢谢9票，哎，谢谢十个营养棒，我最喜欢哪个？都是我的娃。都是我的娃，怎么选呢？对呀，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。然后我想着，如果有人骂我，我妈就给我说了，她说人生嘛，不就是人家笑笑你，你笑笑别人吗？我想想有道理，我就想，如果有人骂我，我就这么想。哟，我这些衣服哦，有一说一，太便宜，所以上面全是线头。你们那个修图的时候辛苦了，全是线头。我妈今天看圣诞吧，哦，看了，忘记回到微信了，我刚刚太着急了，回来。还没看到返图，那不能这么快，他们肯定要很辛苦的修。我这些衣服都很便宜的，都是某宝买的。我等一下下播要去回我妈的微信，我真的在玩漂流瓶。明天早上起来修，嗯呐，先休息一下呢。我哥的微信我已经整整2天没有回了，他疯狂给我发。我一会儿就去回他，这么晚我就不回了，等他明天早上醒了我再回。我先打好放在对话框里面，不然手机会把他吵醒，因为他睡觉不关那个提示音。我哥不会报警，因为他肯定会问我妈，然后我妈说啊，他回我啦。让瓶子再飘2天。谢谢9票，谢谢。我妈不会免打扰的。我这2天终于可以定下心来。好好回各位工作人员的微信。说实话，说实话，我这个微信漂流了太久了，已经。我感觉我有好多微信没有回，好像小乌龟的微信我还没有回。在520那天，我记得他给我发了一个，问我要那个自拍那个支架的推荐。我在干嘛不回，怎么说呢，我今天还被我一个那个，我今天不是租的衣服吗，然后我被人家说了，你们知道理由吗，说就是呢，他说已读不回，他说真可怕，因为我当时特别忙，我在忙那个
排练，然后他给我发的那个消息，我就匆匆忙忙看了一眼，我就去排练了。然后他说已读不回，真可怕。说我，我看完之后我吓死了。我可以跟他说我没读，不行，那上面有记录，已读。谁在钉钉上借衣服啊？笨，聪明一点，别打开。关键是我也寻思着他没有这个，就是他现实当中应该是一个比较急性。谢谢 Secret 送的999票，谢谢你，祝 Secret 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天天开心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八就是发，九九八十一。元气满满，牛气冲天，谢谢 Secret 投了999票，谢谢。主要是我没有想到我会这个已读不回造成他这么大的愤恨。他是觉得怎么样？他是觉得我要把他这件衣服拿走吗？可是我也付了押金啊，而且那个押金都比那个衣服贵哎，那我有什么必要？为什么不去买件新的？不是因为我怎么就富婆？你说我为什么要去租衣服？不就是因为衣服买太贵了吗？拉票那个衣服是林淑琴的，然后他俩是我给他们租的。对啊，因为这种衣服我平时没有机会穿，不可能穿的。文章租的。冷餐的衣服很遗憾是买的。如果能租，我也会租的。对，那个衣服太大了。支棱起来。不行。哎。哦。谢谢9票，谢谢。嗯，那些都是买，因为那些衣服很便宜，就几十块，好像有的才20-30块钱。然后我就这种衣服穿了也不方便退，所以就买了一些便宜的。谢谢9票。真的换衣服就给我换够呛了，我主要想着里面这套衣服要怎么可以就是一直穿着，就不用花太多时间换，又可以一直是不一样的样子，我就想好久。啊，还有1分钟下播了，友友们。晚安啦，大家晚安。嗓子疼，等一下咋了？睡觉，晚安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叫我等一下。
好吧，不用求我，给我看东西哦。好，那我们接着聊一会儿。你就要求，行，可以。今天你们开心吗？今天你们开心吗？先拥抱，开心，很开心，哭得好惨，不哭，不能哭。啊，我有种一年一度的那种考核结束的那种感觉，你们懂吗？谁懂？谁懂啊？谢谢实力元宝。生长会有姻缘吗？这个姻缘怕是出不了啊。累死啊，嘉兴路了，谁哭了？举手。我开心吗？我开心啊。谢谢四个姻缘吧。我看看是哪些小丢脸。哭了三回。哼。好，不丢脸，谢谢九票，谢谢。哭得好丢人，不丢人，不丢人。谢谢九票，在教室里好久，谢谢一票。我也哭了，我那是，你们管我，哼。对啊，念情怀念，大家真的好走心，好感人，谢谢九票。从第一封我就开始想哭了，谢谢九票，谢谢九票。麦还能哭掉，谢谢十个元宝，我也很开心有他们。一会儿呢，我要给自己安排一下我的行程。我天呐，我很难告诉你们，我现在这个屋子有多乱，因为我这几天都没有机会，没有时间收拾屋子。我这个屋子好可怕。我明天结束以后一定收拾屋子，后天一定。那在等什么？坤坤，友友们。谢谢。这是什么？天哪！谢谢，这是我的第二个9999票。谢谢，谢谢 SNH48 费全应援会投了9999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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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你们磕个头。再磕一个啊！谢谢你们，辛苦了，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！你们也早点休息了，好吗？什么弹幕太快，我有点看不清楚。早点休息，晚安，拜拜。谢谢大家今天这么辛苦了，拜拜，辛苦了，拜拜。